我打算呢带他们出去玩，玩累了然后就可以吃东西，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午餐盒，还有小宝宝的牛肉，加一点荒野菜和粥，还有一些小零食、水果，还有水，还有宝宝喜欢喝的这种果汁，我都带出去。等一下他们玩累了就可以吃。我们出发吧，去公园好吗？这郁金香开得好漂亮啊！嘿嘿，两个小宝宝第一次这样出来。为什么都觉得好新奇，对吧？我们到公园了，这边人好多好多啊！你看，妹妹睡着了，太舒服了。公园的花开得好美啊，今天人很多。找了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下了，又是在没有凳子坐。还好我带了这个，宝宝第一次这样玩，好开心啊！去捡垃圾了哈。姐姐在喂妹妹吃。咦，大嘴姐姐。果然出来才开始真正的吃饭，在家里根本不喜欢吃。那又在练习爬呢。再带他们转一圈就走了。继续再帮我退了。回家，拜拜，拜拜。Bye.